忏悔真实的可以受用，啊，那大家就要了解因果啦，啊，你知道现在的痛苦都是过去你给别人的，你知道现在的不圆满都是你往昔不持戒的，啊，所以看看现在，想想过去，啊，然后要知道未来，那你当下就好好休息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得到了这个啊咽喉癌啊，咽喉癌啊，妈妈得到咽喉癌啊，啊，然后他这个声带啊啊就给他切掉了，啊，那好很多了，那但是却不会说话，啊，那每天都吃得很健康啊，啊，开始饮食调理了。啊，他怕也惊啊，你知啊？啊，感冒的人受苦，啊，你也惊感冒的，哎呀，啊，所以我们身上的痛苦，我们不要让它延续啊。那所以这个他妈妈现在就是饮食调整，啊，那钱啊不会加，改变饮食习惯，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去检查，哎，奇怪，哎，就发现自己得到大肠癌啊。奇怪啊，我饮食习惯都改了啊，也没有乱吃，为什么得到大肠癌？所以他妈妈就开始抱怨了，啊，奇怪，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那原因产生啊，啊，因果有没有三世啊？有没有过去世啊？有没有现在世啊？有没有未来世啊？有啊。啊，那为什么他妈妈会得到这个咽喉癌呢？啊，就是他的恶业啊，遇到痛苦不如意的时候，过去世就常常抱怨嘛，啊，马蹄马爹啊，马托里公无灵啊，嘴早我弄了托里公摆啊，啊，我托里公无灵干嘛？啊啊，妈做无剥皮啊，啊啊，那我上面赢过，那剥皮都骗人的啊。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口业啊，啊骂天骂地啊，所以造成他这个口咽癌啊。那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个大肠癌啊？大肠癌就是肠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过去是啊生在蒙古啊，啊牧羊人啊，牧羊人在种啥？饲羊啊，我们饲狗的哦，从饲羊啊，饲牛啊。啊，饲这要创啥？饲这要卖啊，饲这要怎啊要食啊？牧羊人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一个人没有福报啊。你如果生长在海边，你安怎？住海边啊是安怎？拖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住山边的，怕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业感？对不对？给我念业感。业感。业力所感。业力。对啊，那你没有你，啊，你做不了主啊。业感 啊，所以他妈妈就是因为他骂人得到啊这个咽喉癌啊，那牧羊人要杀羊啊杀牛啊啊或者是卖给人家杀、啊、都要承受这个罪业 啊，但是没办法、啊、因果啊，给我念因果报应，因果报应，善恶分明，善恶，对啊，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啊。啊，那再来啊！每个人都有皮肤病的问题啊。当然，每个果报，并不是说每个果报的因都是这样子啊。啊，你得到喉癌，因有很多种啊，像我刚刚讲是其中一种。那另外的，得到这个鼻咽癌或者食道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因呢、啊。常常讲人家缺点的、啊，常常骂人的、啊。你要小心啊，并不是说你身体伤害众生啊，你言语伤害众生也会得到这个毛病 啊，所以最近就有一个菩萨也是一样，他得到食道癌啊，啊，他说奇怪，我小时候到现在我也没有杀鸡啊，也没有杀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后来才觉得啊，他的情况就是很喜欢骂人啊。啊，
很喜欢讲一些难听的，啊，过去是一样，现在也一样，这个代表习气，习气也会造成身体的病痛，所以各位也要注意啊。那这边有讲的皮肤病的原因呢，啊？有一户家，啊，他们家有五个人啊，爸爸妈妈，啊，然后两个姐姐啊，啊，然后一个男孩，全家都得到皮肤病，啊，然后就会痒啊，啊，那坏心都没好啊，啊，那他觉得奇怪，问到变阿只清奇的，我怎么会得到皮肤病呢，啊？啊，原来怎么样啊？他们家的垃圾都乱丢啊！啊，他们家对面就有一个水沟啊，很干净啊。啊，然后他每一次啊，到垃圾的时间过了，啊，那他就在三更半夜的时候，啊，就把这个垃圾就往那个山啊这个水沟一丢啊，不然垮呀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小的动作啊，造成他永远的痛苦啊！啊，所以摸别人但不走嘛，啊，咔嚓出门嘞，啊，等垃圾车啊。那另外一个因果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晚上都好像有众生来干扰啊，啊，是有个师姐晚上睡不着觉，胡思乱想，精神快要错乱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过去是明朝的时候，过去是。他是个做官的，仗势欺人啊，啊，然后就压榨人家的财富啊，啊，后来逼到一个百姓自杀，现在有讨报，啊，所以他晚上就莫名其妙，好像有人在看他，晚上有人在看他，啊，所以不要杀生好不好啊，啊，所以不要让众生痛苦好不好？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人家在看我们，可是我们有看到猫啊，呵呵，看到猪啊，看到牛啊，现在没看到啊，可是你要注意哦，临命中的时候这些会显现的，我念一遍，临命中，恶业显现，恶相现前，对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临命中的时候，不是过啊，不是过啊，嗯，套炸了一斤，啊。心情真好啊，透早就无法弄啊，暗时就开始来乱啊，有无？暗时讲看到啥？阿爸来啊，阿母来啊，啊，不然就看到这些常常杀生的人啊，你命中的人，杀猪的人就看到猪啊，杀妻的人就看到妻，啊，所以我们一方面修行，一方面要消恶业，一方面要还债，啊，所以杀妻要不要放妻啊？杀猪要不要放猪啊？啊，吃。吃羊肉的人要不要放羊啊？有啊，要啊。所以我常常走过这些羊肉店、牛肉店，啊，我看到我的经验，经验，我看到这个恐怖的，啊，那一天去啊，从美国回来，啊，从美国回来啊，啊，然后在美国吃素啊，啊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，啊，素食就不好吃啊，那家老兵那种比较好吃，大米就吃到变鬼啊。啊，佮真正袂晓煮诶，爱滋味啥啦，这样拉拉落来食落来，有无？怎么食？啊，然后就到一间餐厅，素，他荤食的，他不会煮素的，啊，就叫个炒面，酱油炒面，酱油炒面条袂晓煮啊，酱油炒面啊，倒伊来拉拉落好食，叫酱油炒面啊，真艰苦，啊，然后吃完的时候。啊，然后我就要去上厕所，我就看到那个员工啊，这鼻他还要拍鼻啊，我倒挂，点排骨啦，我排骨较大块啊呢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啃啊呢，我嗡，大家莫笑啊，啊，因缘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吃肉的痛苦，我们知道吃肉以后的果报会如何，啊，所以这就是种种的原因啊，造成我们现在的痛苦。啊，所以受报还债就要还债啦，还债之前要先忏悔，忏悔代表你认罪啦，认错啦，知道原因的，我知道原因无？要不要认罪？要啊，啊，所以你不认罪，所谓冤亲债主讨报的四个方式啊，啊，大家再给他复习一遍好不好啊？跟我念，身体讨报，身体讨报，身体有没有讨报？
腰酸背痛有没有因果啊？有啊，我们知道了。啊，身体讨报啊，病痛啊，睡不着觉啊，啊，癌症啊，啊，看医生看不会好啊，这些都有因果关系在里面，我们看不到而已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因果，那就从身体痛苦开始忏悔。身体痛苦最直接的就是杀生吃肉啊。啊，然后再来心理讨报，对呀、啊，很多事情让你烦呐、啊，很多事情让你起贪嗔痴啊，所以起贪嗔痴的时候，业障就会现前了、啊，啊，所以保持内心的极静，好不好啊？极静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受八方斋戒？八方斋戒让我们心保持极静啊，你只要受过八方斋戒之后，那你下辈子再来修行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极静了、啊。啊，因为恶业消了，因为你烦恼没了，所以心自然保持极静了。啊，再来给我念灾难讨报。灾难讨报。对啊，灾难讨报哦，讨报。啊，钱不见啊，啊，或者是钱被倒了，啊，或者是奇怪，公司好好的啊，怎么突然倒闭啊？啊，或者是你车子放在外面，不小心被人家刮、啊。啊，不然就是电视上啊，电视上有常常报道，对不起打错人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拍着拍着胖丢人啊，啊，拍着拍着杀错人了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灾难啊。啊，那再来呢？各位，命在讨报。命在。对啊，命在讨报啊，真实的要你的命啊，啊，所以冤亲债主如果让我们一刀毙命还好啊，没这么好。他会让你生不如死、啊，所以冤亲债主要显现的时候，他会先切断你所有的缘呐、啊，啊，切断你所有的顺缘呐、啊，啊，然后找一切的恶缘来啊。本来吃素的冤亲债主会想办法让你吃肉啊，你本来持戒的，他会想办法破你的戒啊，啊，所以你在睡觉，冤亲债主有没有在睡觉？没有，那他在干嘛？看你啊。然后也跌啊，他在看你啊，啊，看你跌倒啊，啊，看你潦倒啊，看你头破血流啊，看你生不如死啊，啊，所以要解决冤亲债主的事情，布施就可以解决吗？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唯有忏悔才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啊。没有钱可不可以化解冤亲债主的冤仇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啊，佛陀要我们怎么样？解决问题呢，跟我念真心忏悔，真心忏悔，对啊，真心忏悔啊。所以忏悔的前提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了解因果，懂得忏悔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电灯关起来了啊。忏悔的前提，什么叫做忏啊？知错叫做忏，什么叫做悔啊？不再犯啊，不再犯叫做持戒 啊。所以我们要忏悔完之后再来持戒，持戒之后诸佛菩萨加持，业障消除，一切都好办了、啊。啊，所以要先发怒啊！啊，你哪里痛苦就好好发怒嘛。跟我念小品忏悔，痛哭流涕；中品忏悔，毛孔直竖；上品忏悔，七孔流水；凡所有为，皆不称意；当知悉事，过去恶业所致。当勤忏悔，改变命运。改变命运。大家忏悔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